有没有幻想过剧中的女主角穿衣服穿在自己身上的感觉？大概就是像我现在这个样子。我今天呢就是迪丽热巴加酒。欸，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今天哪里看起来不一样呢？你们知道我身上这件衣服呢是跟哪个明星同款的衣服吗？迪丽热巴她有穿过这样子的衣服。我们今天呢就要来开箱淘宝跟明星同款的衣服。各位女性朋友们，你们看韩剧看陆剧的时候呢，有没有幻想过剧中的女主角穿的衣服穿在自己身上的感觉？大概就是像我现在这个样子。我今天呢就是迪丽热巴加酒。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迪丽热巴穿起来超正，我就下单买来了。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奇怪的是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，你不觉得裙子长度的部分，我怎么只到膝盖上面呢？它到膝盖下面呢，它的版型好像有一点点不一样，但是我觉得它的材质是绒布的那种材质，我觉得已经算舒服，而且也蛮贴身的，我觉得还 OK。再来就是我觉得它的有一点点小浪，就可能要去改一下，不知道是衣服版型的问题还是我本身的问题。如果再多垫一点的话，它会比较紧呢。但整体来说我觉得还 OK， 而且这一件它的价格呢我觉得也还 OK， 大概是台币302块。那网友评价，我买的时候好像没有看网友评价，我就只是纯粹看照片拍得很正，然后很美，我就买了。尺码合适，太美啦，简约高级，上身超级舒服的，它的评价都还蛮不错的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开箱我们的第二套吧。欸，这件怎么穿起来这样啊？为什么看起来很像菜市场会遇到的大妈穿的衣服啊？为什么我穿起来这样，然后迪丽热巴小姐姐穿起来这么的有气质呢？我当初就是看她这张照片才买的，结果怎么变这样？而且这个是仿什么东西 ？BL 还是什么牌子的？正常这边这个剪裁它应该是这样子。但是它露出一点屁股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穿这样去买菜的话，会不会算我便宜一点？还是其实这个是拍照 OK， 但是现场看好像有一点哪里怪怪的。你摆几个 pose 来。有几趴相似呢？请留言。这一套的剪裁其实我觉得没有不 OK， 就是它整体来说也是不错的材质，有点滑滑的那种材质，而且它不会很薄，它还有微微的腰身，可能是因为我太瘦的关系，如果后面再这样子收腰一点的话，可能看起来会比较好一点。然后它的价格是262块。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第三套。觉得这个很像在国外坐在路边喝下午茶的感觉吗？这套很像巴洛克的风格。这一款呢也是跟迪丽热巴同款的衣服，衣服的相似度有98%，它该给的配件都有给。我觉得整体来说也还 OK 啦，但就是它的版型问题，可能因为我的骨架比较小一点吧，所以我觉得这边看起来垂垂的感觉，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，正常来说是扣在这里，我扣到这边来，其余的我觉得都还算蛮 OK 的。这个是什么场合会穿到的？参加宴会啊，看起来比较有气质的那种感觉。它的价格是台币600块，我觉得还算 OK， 因为它该给的配件都有给到。而且穿这样去逛名牌店，他们就会，您好，请问您今天是要来看什么？把我最贵都拿出来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换下一套吧。天哪，这件是什么东西呀？你们看看照片哦，我是怎样？这个完全一点都不蓬啊，而且这就是骑摩托车啊，妈妈煮饭戴的那个袖套，就是，天哪，这是跟戚薇同款，戚薇好像是在内地唱歌演戏的艺人，怎么来的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啊？那我听到这声音吗？防泼水材质，这个感觉要抓一抓，可是抓一抓之后可能走没几步然后它就会垂下来。这一件大失败，中间这一半部的材质是 OK 的，而且它还蛮合身，它有包臀。这一套要台币900多块。好贵的袖套，失败。接下来换下一套。这一件呢是跟郑元清同款的点点洋装，
为什么我觉得好像哪里怪怪？是不是比较大啊？是脸的问题吗？你少一个男人，甩你的男人。那我宁愿不要。我觉得他胸这边好像有点浪一点，他的这个蝴蝶结好像比较立体。这件材质我就觉得一般般，但是我觉得它有一点点小贵耶，台币688块。我觉得是不是加了明星两个字，加很一般的衣服，然后就会变得比较贵一点点。但我觉得这一件300多块吧，我就觉得差不多了。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。我觉得这一套衣服也是否拍照用的，它做这一个的用途是可能怕瓶口很容易会掉。好，我们来下一套吧。杨幂同款红格子衬衫，这一件的版型整个就是很奇怪啊。然后我觉得这就是很一般的衬衫啊，还不便宜哦，也要600多块。这放在299我都不会买吧。而且重点是他还穿去上节目，我觉得不 OK 耶。果然还是人美穿什么都美，他们随便穿一个 T 恤也可以卖到在800-900块吧。下面一件杨幂同款，这一件是我最期待的一件，因为它最贵，它这样子一套快要1500耶。但是不得不说它的质量真的很好，重磅数的那种材质，再加上是杨幂加持的同款衣服。这个我自己看的话就是某个牌子耶，但是如果给人家看的话，就是一个新的牌子哦，有一点点大啦版型，但是它整个扣起来的话就是这样，就是比较有气质的那种感觉。但是我觉得它有一个掉漆的是它的扣子有点脏脏的，做的有点随便。它我觉得还算 OK 啦，这一件价格对我来说有点太贵了，大家觉得还 OK 吗？好啦，其实这些明星同款衣服呢，他们这些明星可能真的穿的都是有牌子的，可能淘宝上面的啊，他们去另外打版类似的衣服，所以才说明星同款。我不是一个会追随这种明星同款的人啊，我今天只是开箱来给你们看，说不定你们本来有打算有想买的动机，然后我今天就示范给你们看。我觉得衣服你就是穿自己喜欢，穿出自己的价值比较重要。那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个赞、订阅、分享哦，谢谢你们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